戴手套。戴什么手套啊？你们一能够还卖高仿？高仿？这款假包仿的奇珍，但它确确实实是假的。有证据吗？这款十字纹牛皮包只出双色款，是不可能出这样纯黑色款的。我怎么看不出来是双色的呀？这俩不都是黑的吗？这要很仔细的看，这个正品包包的底部是黑色，但却混合着红色的质感颗粒，但是这个假包就是完全黑色的。再看看这个包包的走线和包边，这款假包的走线还算整齐，但是很明显它是比不上这个正品包包走线值的。我们再看看内部。